尽快要领了。马来羊和重头茶全面发挥。我们两夫妇来了开始生意了。我们姑爷姑娘多谢奶奶来事。我们姑爷姑娘请啊大少奶饮重头茶。妈咪使啊，细噶，你唔使咁多银纸啊。饮杯重头茶啦，大少奶。旺财哥娶咗咁靓老婆，真够福气啊！呢个新娘就系阿成个表妹嚟啫嘛，梗系靓啦！村长，你过奖啫，靓就靓啦。不过嫁咗旺财呢咁嘅穷等人家，好似鲜花插喺牛粪堆咁啫。冇错啦，如果穷等人家娶个靓老婆都系冇乜用嘅。哦，咁唔系咁讲啦，旺财哥依家好实礼，又后生又有气力。第日佢喺鄉城發財嗰時，成車車銀紙車翻嚟，你就知道佢厲害啦。阿林，你都話嘅，你估鄉城真係有得賓？旺財個伯爺又唔係喺鄉城撈，死咗連棺材都冇啊！發財發財，發夢就易啲。明年就我添丁，第三句未知真定假，第四句就一力我担成。各位认为点啊？啊！喂，两个讲啦，等住晒我嘅人。姑爷、姑娘，讲啦，呢好意头嚟噶。好啦，福禄寿三星。喂，新抱，到你啦咩？明年我添丁，未知真定假。诶，轮到新娘方啦，讲啦，唔讲要罚噶，讲啦。一力我担成。陈大嫂，冇乜事啊嘛。哈，仲叫我做大嫂，你惊害我唔够啊？害你？害你咩呀？害到我而家守寡咯。吓？嗱，如果当日你应承我个婚事，咁我咪唔使嫁入嚟陈家咯。原来你中意你个表妹，唔中意我。我个个都唔中意，我而家都未娶老婆。过去嘅事唔好再提啦。诶，你唔走得住。我要同你讲掂先至俾你扯。
喂，你有套戏咧，啊，玩够啦，走啦。走啊！我仲有排玩啊。啊，三叔，人哋有洞房花烛，你系已经饮饱食醉啦，咁意思啦。唔得，我要新抱行西嚟，俾人人啲跌一啖。啊我是中国人，无谓行西啦，走啦，通气啲啦。我真的要走了。我是不给你扯。你而家算点啫？你唔怕人讲闲话啫，我都要面噶嘛。如果俾人知道，我仲使出嚟做事嘅，唔该你放手啊！哼，而家你就懒高斗啦，第日你就知道。哦，三少，唔使等到第日，我而家就知道啦。诶，三少，你放手咧，咪俾人睇见有乜好睇咧？哦。咁你同王成就唔怕俾人睇到咯噃？嗯，而家你二少洞紧房咯噃，你点啊？切，二少洞房关我咩事啫？二少洞房梗系唔关你事啦。姑爷姑娘早唞。
我唔准你笑我嘅噃。究竟系咩事啊？我。有咗？咁唔系俾我听？才哥，你使乜咁紧张啫？万一唔系，斩令你老人家失望嘅啫。如果真系嘅，我会冇人知知咩？咁你自己保重下啦。咁你同改定名？如果生仔咧，叫阿九；如果生女，叫阿金。旺财。哎呀，外出好多人嚟同你送行啊！阿牛都嚟咗啦，仲唔出去？我知啦。再请各位饮杯啊！好，多谢各位。冇事，表哥，好彩你咁啱经过咋，唔系我就……咁你以后要小心啲啦。表哥，请喺我度坐下饮杯茶。好啊。咩？表哥，二家嫂，我仔而家唔喺屋企，你唔好招惹埋啲唔三唔四嘅男人喎。奶奶，表妹，我都系唔入去坐啦，我坐先啦。表哥，
佢哋咁样话你，我明白嘅，我扯啦，第二件啊。你哋又够唔识字咯？唔识字我都要睇先啦。咦？封信又有字，又有一张公仔，点解咁样？有冇搞错啊？咁冇错啦，你哋唔识睇咋嘛。哎呀，你话抵得佢呀，懒有宝咁样。我哋都唔识㗎，唔通你识啩？梗係识啦，如果你唔信嘅可以俾我睇下。嗱。呢度咧就是、我识嘅，咁梗系才多嘅地步啦。咁嗰啲公仔咧，嗱呢、这个咧就系、是、布头，同埋呢度有一只船。呢、这个女人梗系我嚟噶啦，佢即系话就系、是、接我去香城咁解。咁呢个玻璃咧，啊嗱，我去到嗰边梗系要揾个玻璃同我担行李噶嘛，咁佢顺便咪画埋落去咯。咁佢有冇话叫埋我哋去啊？佢画一个人，就叫我引佢噶咋？奶奶啊，我交份嘢同张信俾阿财哥。我挨大个仔，叫佢香城揾钱，原来佢净系挂住个老婆，挂住我噶。梗系啦，奶奶。你嚟揾我，唔怕夹我闹啊？唔怕，正正经经闹咩啫？表哥，我嚟系揾你同我写信噶。好啊，写俾你丈夫嘅。系。咁有冇地簿啊？嗱，你睇呢个系咪地簿？系啦。咦？点解画晒公仔喺度嘅？因为我唔识字。所以他畫公仔俾我，當係講説話。哦，如果你早幾年讀下書，就唔使咁論盡啦嘛。你都知噶啦，我細個嗰陣，阿爹冇錢供我讀書，仲係你阿婆養大我添嘅，咁我邊有書讀啊？咁係嘅，你想同佢講咩嘢？你同我寫話，我知道佢要帶我去嗰邊。我同奶奶都掛住佢，
要勤啲写信翻嚟啊！好啊，呢个地步你留低喺我度。如果你要写信嘅，你嚟揾我咪得啦。错啦，你接我去啦，才哥。才。
个女人仲帮住佢噃，唔使审，佢两个梗系有私情噶啦。死啦！你又将我唔接啦！你下楼啊！我哋全村嘅家啫，滚咗出去！呢度，咩事啊，奶奶？你系咪去趁虚嚟？系，我叫人写信俾财哥啫嘛。去揾人写信就好行。不过找回你表哥呢就不是挺好看了。没错啦，我还见你跟他唉声唉势鬼那么亲密添。全个虚的人哪个不说你跟他有路啊？大嫂，我跟表哥他你不用说了，你这么要面你怎对得住我仔？奶奶，我真是没了。有咗啊！你有咗身几？我个肚痛。奶奶，你咪俾佢呃到啊！如果佢系有咗，点解以前冇同你讲到啊？就算佢真系有咗，我话分明就系佢表哥噶啦。奶奶，你千祈唔好听佢讲，财哥已经知道啦。不过我叫佢唔好对你讲噶嘛。哼，你呃得出就呃啦，咁大件事，以前点会唔话俾奶奶知啊？你在外面招惹到翻嚟，就想入我哋陈家数啊？系噃，你呢个贱人，勾引奸夫，仲有得心计添，你想喺我呢度生野仔啊？你都唔犀利啊！你即刻死！奶奶冤枉啊！我的确系清白噶，奶奶。你扯咗啊！我哋陈家就清白啦。仲同佢讲咁多嘅，流咗血啊，斩何须家咋？扯，即刻扯！扯啦！奶奶，我一个人都嚟唔得。如果你讲我扯，咁我去边度啊？你都有咗情夫啦，使有冇地方去咩？奶奶，奶奶，奶奶，就算你唔念我，你都念我财哥。奶奶，奶奶，你仲好提阿旺财啊？我会写信去将你啲臭嘢冚埋我啲。好心就死晒啦，抛个扯！奶奶，走。
请问你王成去咗边度？哦，你同王成嘅事在未有事实证明之前，校长已经叫佢暂时离开呢处啦。咦，你揾咩啊？我喺个丈夫地度。哦，王成啲嘢掉晒落嗰处啦。你知唔知我死咗边度？你个衣冠禽兽，第日一定俾天收你啊！遇到意外，多得你两位救咗佢噃。
李小姐，你叫我做咩？我冇叫你啊，做只狗先嘛。咁呢位咧，我叫做陳牛，你叫我做阿牛得啦，爸爸。今日救咗小女，一邊又要多謝你哋啦。好行啫，救人係應該嘅。冇錯啦，你始終生得咁靚，係人都搶住嚟救啦。兩位陳生做情行啊？哦，我哋喺碼頭度做姑呢㗎。做姑呢啊？咁咪好辛苦咯。哦，唔辛苦點揾到食咧？爹哋啊！佢哋咁老實，又救過我，啲做廠橫掂都要請人，不如請佢兩個幫下手啦。好啊好啊，不過唔知兩位陳生意思點樣呢？老闆，你肯關注最好啦。恭喜羅長哥，我哋又唔使做姑呢啦。啊，陳生啊，我以為你個名改過好啲。嚇、啊？改過？我個名喺鄉下改落噶啦。無疑係，不過同我哋狗名一樣噃，而且出嚟做事。用旺财呢个名字似乎俗气一啲。哦，咁唔知改咩好呢？等我同你改啦，改用新枝啊，新旧个新，似乎这日嘅枝，即系表示弃旧迎新咁解。陈新枝都好噃。如果你再同他们吵，斩大家没面子啫。那个陈三真是恶不交关，逼咗我搬咗嚟呢度，本来我就想拼咗条老命同佢兜过个人。开讲都有话，男夫不敌地头族，我哋唯有放长双眼，睇佢恶得几耐。咦，表哥去咗边度啊？我都唔知啊。佢话陈三话。唔俾佢再翻锦云村，如果翻去咧就打死佢喎。咁佢梗系去避下啦。嗱，真啊，你安心喺度住下先，以后慢慢结算啦。你又唔系有，你多咗女仔，点好意思负累你？自己人唔好讲啲咁嘅嘢。而家狗仔出咗世，如果有才哥地址，
写信话俾佢知，咁佢一定好欢喜噶啦。李小姐，真系对唔住，我哋迟咗啲。唔紧要，坐。你整个变晒咁，唔似初初见你嗰阵咁大香味咯。陈先生，我有啲嘢想问下你。咩事呢？你结咗婚未？我已经结咗婚噶啦，我仲打算接埋我太太出嚟住添。接埋财嫂你，咁你大嫂同你阿妈咧？嚟嘅梗系一齐嚟噶啦。哦，咁啊最好啦。喂，乌哩台啊，你嘅信啊。唔该啊。唔使唔该啊。五嫂，我哋仲叫佢做姑理财噶，佢哋足先等咗好耐噶。叫惯咗又唔算得好啊。点解令佢表哥爹妈讲咗出去？哇，封信点写嘅？如果殺你就不得了啊，現在美滿換不到啊，如果你再想到回去辦話啦，是吧？這樣也有的，驗到服輸啦，來。钱啊，冇咧，我得$80，寻日都俾埋你咯。咁你啲首饰？哎呀，首饰我点俾得你噶？哦，咁你打完斋就唔要和尚啦喎？哼，我点唔要和尚啊？仲话唔系？你叫我赶住王成同旺财嘅老婆，就咩都听晒我话喎。样样听晒你话都得，俾晒啲首饰你去赌，就几大都唔得。你俾唔俾？唔俾。
每日都是我家婆，我怎会嫌弃你呢？你现在都明白了，过去的事就算了。二家嫂，以往都是我不对，我知错了。奶奶，你不要怪我，我求你了，你起身吧，奶奶。是的，起身吧，起身吧。星子，你说叫你太太来。你明知道都还在问吗？你只是叫我而已。靚龍，你在想什麼？你猜吧。我看我不用估，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才哥为什么还没信回的呢？难道他搬了？不是了，表妹，计我说你两婆媳和狗仔一起去乡城找他。我听见讲话佢喺乡城嗰边发咗达啦，系真嘅。不过真假我就唔知道，传闻就系咁样啦。搵到钱都唔记得翻嚟屋企，我冇一场心机养大佢。奶奶，表哥讲得啱，横掂我哋喺呢度屋又烧埋啦，都系搵阿财哥把啦。话易啫，我哋边度有咁多水脚啊？咁我有多少金你积蓄埋？你哋拿去用住先啦。系啦，我都可以同你哋想个办法嘅。你哋待我咁好，一揾到旺财啊，我即刻要报答你哋啊！
你哋揾边个啊？大姑啊，请问前旺财喺度吗？旺财啊，佢伯，哇，张达啊，佢而家搬到边度啊？佢喺民生啊。咁请嚟坐啦。好啊，奶奶啊，吓，我扶你入去坐落，先要揾阿财哥嚟。丽红，呢只戒指系我送俾你订婚。呢个系咪民生纱厂啊？系啊，咩事？唔该，你同我请陈旺财出嚟啊！陈旺财？系啊。咁先。唔该。你揾陈旺财？嗯。冇呢个人噃。先生，佢系喺呢度做嘢噶噃。喺呢度做嘢嘅，我梗知嘅。我系呢度嘅人事部主任，所有职员同埋工人嘅名，完全喺晒我脑嗰度噶啦。咁陈牛有冇啊？陈牛都冇啫。冇呢个人噃。慢慢揾啦，足之会揾到嘅。五嫂，唔怕失你讲句啊，我哋呢次嚟嘅钱都系七凑八夹，而家揾财哥唔到，两餐都成问题噶。揾份嘢做下，支撑下头家先啦。我又唔识字，人生路不熟，有边肯请我啊？喂，阿五啊，吓，你间铺头唔系话要请女工嘅？系啊，阿旺财嫂去做啊。都得嘅，都好辛苦嘅喎。大头有嘢做，乜都唔计较噶啦。靓哥，你做紧嗰间铺头叫做咩名啊？叫做沙田华房。冇啊，个新郎哥好英俊嘅啫。系咩？唔信你过去睇下啦。旺财嫂啊，我好似旺财噃。旺财喺边度啊？咩？阿牛都喺度添噃。系噃，点解佢哋会喺度嘅？咁你都唔明？旺财今日系新郎哥啊。新郎哥？睇情形，旺财梗系贪图富贵，所以重婚。呢种人咁卑鄙。快啲过做山档啦！去啦，唔系个老公就人哋噶啦！去啦，仲唔去？多不如讲。你同人有咗私情，仲敢嚟呢度？惊你又鬼扯，唔系我啲差人拉你噶。咩话？你唔系同你表哥走佬咩？唔系。咁你梗系俾人揾到呢度捞啦。咩叫做捞啊？你唔使揸傻扮懵啦，惊你快啲扯。我都唔知你讲乜嘢，我冇同人有私情，我要见财哥。喂，你唔会见得佢噶？如果你唔俾我见佢，我即刻话俾奶奶听。啊？你奶奶嚟咗咩？系。喂，咩事啊？乜系你啊？冇错，系我。你仲有面嚟见我嘅？
我冇对你唔住。咁点解妈写信嚟话你同人哋有私情啊？如果你唔信，可以问个奶奶啊。阿妈嚟咗？系，你阿妈嚟咗。五哥，旺财，你阿妈而家喺我嗰度住，你怀疑财嫂嘅事，你可以翻去问你阿妈。财哥，我估唔到你会咁负心，我哋仔都有咗，你仲同人结婚？吓、啊？你同你私奔就得，我另外娶个老婆唔得？咦？咁钟劲走啦，咁就唔见身，边度嚟知咧？好、啊，你喺嗰边，等我叫 Fanny 啊。姐姐，细女行紧过嚟啦，快啲同我讲明呢件事啦。哎，去啦。点解你走去呢度啫？呢件事真系揾你冤走啊！咪打字，佢睇边个？讲啊，珍姐，唔怕直讲噶。佢系我哋乡里嚟啫嘛，今日知道嘅。我哋好耐冇见面啦，几好嘛？唔系几好啦，个丈夫都变咗心啦。哦，既然大家系乡里，咁请埋饮杯啦。吓、啊，唔得啊，佢系呢度女工嚟嘅，唔坐得埋嘅。哦，唔紧要，如果呢度经理责怪你，我负责，咪你啦。我唔饮啦，我系财哥嘅边个？讲啦，我系佢嘅乡里。财哥，你仲翻去见你阿妈？我走啦。咗去。啊，阿天才，阿旺财啊，唔少都喺度啊。妈，你对眼，旺财，阿妈睇唔见你啦，一日都大送我，害到阿妈对眼发青光。你啲头发咁长噶？肥咗噃，件衫咁嘅，妈，呢条西装嚟噶，着西装啊，好啦，你家发达啦，我哋一家大细都好啦，旺财，你仲唔快啲过去抱下狗仔？我而家凑埋你同阿狗仔一齐翻屋企啦！二嫂，我哋快啲执嘢啦！妈，你话佢同人有私情啦，我唔收留佢啊！旺财，你冤枉佢啦，实在冇歧视噶。吓，冇歧视？咁你写信俾我？唉，都系陈生个衰仔，无事生非，我又听你大嫂嘅唆拜，先至会冤枉佢啫。其实啊，佢真系一个好心抱啊！如果我抱佢，我冇命见你添啊！林仔，我真系对你唔住，请你原谅我啦！原谅你，你都同人结婚啦？吓，方才乜你同人结婚啊？系嘛？唉，前世咯，你老婆山长水远嚟揾你，乜你同佢结婚咁糊涂噶？妈。我睇见你封信咁讲，又同你失咗联络，我先答应同你结婚嘅咋。不过我今日先同人行婚礼嘅啫，我而家可以翻去同佢讲清楚噶。系啊，咁你快啲同佢讲咧。文俊，你放心，我而家翻去搞掂，即刻翻嚟见你。好啦，我等你翻嚟。姨啊，你点解唔接你阿妈嚟？哦，佢夜啦，无谓喎。啊，你今日攰嘛？麻麻地。
你有嘢同我讲咧。系，你睇下你啊，梗系紧张过头顶啦，连说话都唔想讲。珍珠啊，我已经同爹哋讲过，我哋结咗婚之后就环游世界度蜜月，你开唔开心？开心，好开心。娘，嗯，我真系有啲说话想同你讲嘅。早就叫你讲噶啦，你唔讲先啊。因为我嘅老哦，你老母嚟咗嘛？你已经讲过俾我听啦，你听日带埋佢嚟，大家见下面啦。唔系，我仲有一个，仲有边个？系我嘅老，系我嘅老母同埋我仔。你个仔？乜你有个仔嘅咩？系，哦，系我旧时嘅老婆生落嘅。哦，好闲啫，我哋系新时代嘅人，冇问题嘅。听日你带埋一齐嚟啊！哈，你今日好似行唔安企唔落咁嘅。系啊，我都唔知点解。我知道啦。你知？你有心，梗系关头物仔。是不是呢？或者是呢？珍珠，你都挺孝心的噃。哦，麻麻地啊。都不算麻麻地的了，你直情是一个好仔，将来一定能够做一个好丈夫的。做仔孝顺老母，做丈夫就一定爱护妻子，所以我咁中意你。点解你仲唔休息啊？你做咩啫？好似好生宝咁。吓，系，我都唔知点好。你哋放心。唔该你，张医生。吓、你都系翻去休息吧啦。翻日房休息先至啱嘅，爹哋，我哋来日方长，你唔需要咁想哭嘅。甚至你自己翻房休息啦。甚至，对唔住啦，吓。
你以为咁样做就可以发达咩？梗系啦，我已经同佢讲过噶啦，但系佢就话如果我唔同佢结婚，佢就要我离境噶啦。兰珍，我嘅名誉、地位、前途，一切都喺你手上噶啦。唔系，你嘅名誉、地位、前途喺嗰位小姐嘅手上。兰珍，才哥，你变咗，你已经唔系近时嗰个才哥啦。二嫂，你做下好心应承旺财啦，最多我叫佢俾多啲钱你啫。钱，就是为咗钱，我连丈夫都冇埋，为咗钱可以埋没良心，连老婆都唔要。二嫂，本来我都唔受个仔咁样嘅，不过呢个系佢拍得个好机会喎，你都指望佢有好日子啊？点啊？有乜点啊？你哋都要咁样做，我冇法子唔应承。不过我要再跟你大家啦。咁点得啊？咁又系我陈家不容噶。系啊，我已经同人讲过，我带埋仔嚟噶。咁你带翻去，我咪前言不对后语。你连老婆都唔要啦，仲想做个仔咩？才哥，我真要见到你。我唔走先。阿茂，你嚟探你阿妈同阿嫂啊？见过啦。咁阿嫂系咪真系同人有私情啊？唔系。咁啊，真系恭喜你一家团聚啊！我已经叫兰珍自己翻乡下先。吓？你叫佢自己翻乡下？兰珍系冇能力带我发达嘅，所以我咪要丽红要佢。你咁做好阴公噶。阴公都要噶啦。鬼叫我要靠人发达咩？估唔到你一个咁冇志气、咁冇良心嘅人，阿嫂咁远嚟见你，你叫佢扯，仲系人嚟嘅，同佢做兄弟，你认输我。喂，好啦，你唔好再讲啦。如果唔系我对你唔派啊，我对你唔派啊，真。呢啲系我私事，唔使你。你咁无耻，人人都可以闹你，打你。二嬸，旺財嫂呢？你係邊位啊？我係阿牛啊。哦，二嬸啊，你哎呀，牛你啊，我對眼睇唔到嘢好耐咯。阿二家嫂喺房度暗阿狗仔瞓啊。牛哥，揾我有咩事啊？財嫂，阿財哥咁對你，你唔使驚㗎，有我幫你啊。我好多謝你。你帮我又有咩用啊？你千辛万苦嚟到呢度，唔通就系为咗让我丈夫俾人？我即刻同呢啲女人抢翻你丈夫翻嚟！无谓啦，呢个丈夫都变咗，就算抢翻嚟，我都唔要。我已经下咗决心。好啦，既然你话要翻乡下嘅，刘哥，我唔会翻乡下嘅，二嫂。你唔翻乡下去边度啊？我个仔同丈夫喺呢度，我都要留喺呢度。我唔会破坏你哋嘅，你放心啊，奶奶。阿嫂，咁你我自己条命苦，乐哥，你唔使理我。
小姐找我什么事啊？姑爷回来了没有？没有。啊，今天失之时候去了哪里呢？我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不如你出去找他吧。嗱，你睇住老爷先啊。或者我可以帮忙你呢？我很多谢你，不过你没办法帮我。你是不是为了钱呢？我不是为了钱，是他为了钱。他是谁？他是我丈夫，现在不是。今次已经跟我说过你做夫儿情别恋的。是他为钱的女人宁愿不要我。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个女人这样就不对。你用有钱来霸占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为了贪人有钱不要你，都算卑鄙。她是很卑鄙，我不愿意再跟她在一起，但是我的儿子在这里，我要死在这里，做鬼我都要照顾着我的儿子。世界上有你这么善良的女人，又有一个这么卑鄙的丈夫，真是不可思议。是呢，究竟你的丈夫爱上了什么女人？什么女人？是咯，哪个女人这么残忍你丈夫？这个女人你都认识的？我都认识的。你丈夫叫什么名字？她叫做陈旺财。小姐，你现在不会阻止我跳海了？我送你回家，今晚你丈夫就会回来你那里。你不舍得我欢喜，他都贪你有钱，还怎会回来我那里？他这么容易得回你的意，一样很容易没了的。世界上没不劳而获的。这只戒指是他送给我订婚，应该你戴才对。送你回家，行啦，我唔去啊，我唔去啦。你在哪里来啊？我等了你成日啊。我去海边来。去海边？就是你讲的我那里。唉，那里那么静有什么好去啊？好在我去了，不是就会发生命案。命案？我去到海边，见到有个女人跳海，我救了她。你问我值不值得去啊？救人是很应该的，好像我上一次救你一样而已。是呢，你救那个女人，她为什么要自杀呢？她说她的丈夫为了要娶一个有钱的小姐，就抛弃了她。这个女人都惨了，带埋家伙带埋仔，由乡下来到这里找个丈夫，到头来得到这样的收场。
甚至你对于呢件事有咩感想啊？我觉得好奇怪，呢件事有多少同你家庭一样噃？嘿，点会一样啊？我老婆冇嚟揾过我啊，而且佢早已经走咗噶啦。我哋唔好讲埋晒呢啲嘢，不如我哋大家倾下点样去环游世界度蜜月啦，好嘛？嗯。甚至到呢个时候，你唔为自己欺人啦、啊？点解连坦白啲都冇讲咧？甚至我好多谢你救过我，更多谢你俾我一个甜蜜嘅爱情生活。我感恩图报是好应该，但是为了我而牺牲第三者就太过啲了。但是你不能够为了贪慕虚荣就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毁灭一个善良的生命，你想清楚。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人家的痛苦之上，你原谅我吧。要原谅你的不是我，是你往日那位太太，你值得分的。其实休妻另娶有钱都不利是的，二嫂，那你不要扯了。兰珍，你为什么要扯呢？我不扯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旺财，你都是去回你个有钱小姐那里享福吧。兰珍，她已经不要我了。咁我一样系唔要嘅啫，我要一个系有良心嘅丈夫，并唔系贪新忘旧嘅小人。我虽然系一个唔识字嘅乡下人，但系我已经学正咗。而家翻嚟见我嗰个唔系旧时嘅旺财，我嗰个旺财佢系天性纯良，品行端正，可惜。你已经死了。大吉利是乜咁讲啊？成个旺财咪生啱啱喺度。兰珍，以往嘅事真系以往嘅事教遮咗我。而家呢个兰珍唔系旧时嘅兰珍，你唔好拉住我。我唔系人，我冤冤禽兽。兰珍，你打我又好，你闹我又好，只要你唔好走，我唔欺我你。二嫂，兰珍，二嫂，二嫂啊！点啊！重啊！旺财，你唔好吓我啊！旺财，冇咩事啦。你冇咩事嘛？文静，只要你唔走，我咩事都冇。喂，老友啊，冇事啊嘛？冇嘢，你冇嘢我走噶啦。冇事。旺财，你真系冇死心啊嘛？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的，但是请你为我的仔着想。如果你走了，他就没有母亲；如果你带他走了，他就没有父亲了。
咁我哋何苦令到佢咁细，我就孤苦伶仃呢？二嫂，你投诉，仲有边个服你我呢个盲眼嘅白一婆？我求你，奶奶，奶奶，唔好咁啦，我听你话。我以后会做个好丈夫。